鸿海集团旗下的工业电脑股王华汉今天早上发重大讯息公告，表示呢，因为公司有重大讯息待公布，向证交所申请自今天起暂停交易。市场猜测华汉可能有并购案要进行，因此而申请停牌。华汉今年积极并购大大小小的并购案已有三次，市场预期时间进入第四季，华汉有可能会再出手新的并购案，扩大新的工业电脑版图。华汉下午2点将出面说明。